小伙伴们，看我在这边发现了一个恐龙的盲盒呀！哎，后边好像还有一个奥特曼卡包，我们看一下，试一下从这个滑梯能不能上去？哇，今天这个脚还是比较防滑的，我们试一下。哇，哇，这边好像有一个赛罗呀！我去，什么东西掉下去了？好像有个赛罗，这边一个赛罗，我去，赛罗也掉，这什么手啊？还有这边一个火，我去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怎么都掉下去了？我们还是下去看一下吧。这什么手啊？哇，这滑梯好像不太滑呀。哇，在这里，一个，哇，这个是一个黄金的梦比优斯，这什么？哇，一个垃圾，不是。这是刚刚那个赛罗呀，刚刚好像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掉下去了，不知道掉到哪里了。哇，好像是这边，这个好像是，这个也不是，掉哪边了呢？哇，在这里。哇，这个好像是一个黑暗扎结的一个奥特曼印章。刚刚我发现从那边那个台阶可以上到那个滑梯上来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哇，这里面也有两个奥特曼呢。这个是一个初代黑暗初代，哇，还有一个超软的初代，这个据说可以拉得很长哎，哇，这个太好玩了吧。还有一个，这个是一个金色的罗布，金色罗布，把这些东西都装在桶里吧，都装起来，然后我们从这边这个台阶这边上。哇，这边好像还有贝利亚一个贝利亚，哇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个是一个超小迪迦呀，别让手放下。这边还有一个，这个好像是一个奈欧斯，一个奈欧斯奥特曼。想不到捡到了这么多奥特曼呢，我们看一下从这，哇，这里边好像还有一个，这个是迪迦吗？哇，果然是迪迦，一个迪迦的复合型。刚刚我看了一下，发现从这边这个台阶也可以上去，我们就从这边上去吧。哇，哇，上来了。在这里呀，哇，这边还有一个维克特利，一个带牛角的一个维克特利奥特曼。这边是一个，哇，一个超大的恐龙盲盒呀，这里边好像就是会有黄金的恐龙我们看一下这个奥特卡包吧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奥特卡包一个弹囊，这里面会有 USR 吗？哇，怎么都是普卡都是普卡一个 SR 的一个高斯月神，看来没有好卡了。